请农学院严丽萍院长宣布农学院毕业学生。农学院硕士班、学士班全体毕业生，请起立。农学院畜产与生物科技学系、食品科学系、餐旅管理学系，其中硕士班黄子恩等共计14名授予硕士学位，学士班樊燕竹等共计222名授予学士学位。恭请康明哲校长授予学位暨正官，严丽萍院长颁发学性优良奖。畜产与生物科技学系硕士班黄子恩，畜产系学士班樊燕竹、韦慧琪，食科系学士班戴嘉妍、吕婷宜，餐旅系学士班谢仰文等代表接受学位。掌声恭喜农学院全体毕业生。请坐下。请创意设计暨艺术学院罗时伟院长宣布创意设计暨艺术学院毕业学生。创意设计暨艺术学院硕士班、学士班全体毕业生，请起立。创意设计及艺术学院美术系、音乐系、建筑系、工业设计系及景观系，其中硕士班翁子伦等共计32名授予硕士学位，学士班陈天怀等共计238名授予学士学位。恭请汤明哲校长授予学位暨正官，罗时伟院长颁发学性优良奖。工业设计学系硕士班翁子伦，美术系学士班陈天怀、廖敏君，音乐系学士班林玉君，建筑系学士班林昭勋，公社系学士班何元丽，景观系学士班吴家凤等代表接受学位。
计暨艺术学院全体毕业生。请坐下。请法律学院陈运才院长宣布法律学院毕业学生。法律学院硕士班、学士班全体毕业生，请起立。法律学院法律学系，其中硕士班徐美华等计两名授予硕士学位，学士班郭立新等共计157名授予学士学位。恭请汤明哲校长授予学位暨正官，陈运才院长颁发学性优良奖。法律系硕士班徐美华，法律系学士班郭立新、曾芷萱、吴家华等代表接受学位。请坐下。请范胜新教务长宣布优良学生荣誉名录。荣誉毕业生：哲学系黄义慈，化学系黄克文，生命科学系宋雅慧，应用数学系卢志坚，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钟维队，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系林正阳，资讯工程学系卢伯亨，电机工程学系徐公拓，电机工程学系吴典汉，经济学系陈胜文，政治学系冯嘉玲，行政管理暨政策学系邓宣伟，社会工作学系林丽婷，景观学系鲁家凤。恭请校长颁奖。
掌声恭喜获奖毕业生。学性体劳优良毕业生，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系林正阳，恭请校长颁奖。奖学金得奖毕业生，历史学系许书豪，化学系黄克文，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系林正阳，企业管理学系陈佳琪，经济学系王鹤瑶，食品科学系吕婷宜，音乐学系林玉君。恭请校长颁奖。获奖毕业生，请校长回座。劳作教育荣誉毕业生，应用数学系庄家正，化学系郑雅金，国际经营与贸易学系王义阳，财务金融学系吴欣怡。恭请劳作教育处黄胜贵指导长颁奖。掌声恭喜获奖毕业生，请黄指导长回座。体育特优毕业生，食品科学系蔡怡梅，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林伟恩。恭请体育室郑金昌主任颁奖。奖毕业生，请教务长及郑主任回座。颁发基督宗教大学联盟奖，受奖人社会学系陈婷宜，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系秦志玉，恭请董事长颁奖。
发东海学院毕业奖。受奖人：外国语文学系陈立新，政治学系国际关系组杨希敏，社会学系王雨晴。恭请董事长颁奖。恭喜得奖毕业生，请董事长回座。从小学一路读到大学毕业，他们这么爱东海，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不论你在东海的校园有多长或者多短的时间，这一段日子足堪你这一生所记忆。各位同学，你即将离开校园，踏向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卢伯昌同学和陈英如同学要来和大家回忆属于我们的东海故事。陈英如上台鞠躬。首先要先谢谢各位老师，让我们两个有这个机会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没错，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向大家致辞。是的，所以千载难逢的有这个机会，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其实啊，是我从小一直有个梦想。是什么呢？就是站在中正堂的舞台上唱国歌。好吧，反正离过场应该还有一点时间，我想你就可以先唱。好，好，那我酝酿一下。好的。美在五小东海之东。等一下，干嘛？这个是东海校歌，跟国歌是不是有点距离？干什么？你不知道东海是个国家吗？谁说的？杂志上写的啊。不是啊，你知道成为一个国家的要素有哪一些吗？干什么？你就是不相信是不是？谁会相信啊？你们相信吗？这样子好了，你随便列出几个国家的元素，我随便对给你听。你说的哦，我想想。总统。校长汤明哲。税金。学费。根本大法宪法。东海的基本精神是校训：求真、笃信、力行。好，人民，你把他们放哪里去了？对不起，所以说东海是个国家。好，既然你说东海是个国家，我相信。那我想问一下，你知道在场的毕业生们都来自哪个县市吗？县市啊，国家啊。哦，是，我知道，我还能背给你听呢。好，那你背一下，我看看。我酝酿一下。好的。中文、日文、外文、哲学、历史、文学院是；物理、化学、生科、应数、理学院是；化材、电机、环工、资工、工工、工学院好；企管、国贸、会计系配上财经、统计、资管系是二校管院；管院早扫 SS 社科院，社会、政治、经济在一起是；社工、行政不分开，没错；畜产、食科参与是农学院是；创意学院分五块，音乐、美术、医美馆，当然还有环工、景观跟建筑系啦。是，最后法学院是只有法律系。好，亏你背得出来，谢谢。好，险我有准备，不然差点死在这个台上。好，既然你这么诚恳的把科系都背出来，那我想问你，请问你觉得这大学四年当中，东海教给你什么东西？我觉得东海教给了我一双健全的双腿。等一下，你以前没有脚啊？不是这样子的。哦，好。在场的毕业生们，请你们扪心自问。是。请问腿在东海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呢？不是，你把问题丢给毕业生，这个太过分了。同学们，
如果说你没有健全的双腿，是，你怎么能够在刚刚的毕业典礼中走完校园巡礼呢？这个女性朋友们，是，如果说你没有健全的双腿，对，你又怎么能够在8:05刚起床的时候，是，从女宿走到 SS 上8:10的早课呢？好了啦，又不是比奥运比腿快的、哦，哎，你先开始的、欸，好，我先开始，对不起。所以说腿在东海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是。那这个重点就是呢，哎，不是啊，我们上来是要讲这个吗？不是，其实我们上台主要的目的是要分享我们在大学四年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那我们刚刚怎么讲一堆废话？没关系啊，不知道。不行啊，我们时间有限，我准备很多东西要讲。算了算了，没时间了。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讲一下。其实我的大学生活过得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大学四年就想要讲，我讲到重点好吗？大学四年呢，过得非常的精彩。那大四我就想到大一的时候，影响我最深的那个女孩，那个女孩呢？卢伯昌，干嘛啦？你看。那边有两只飞天猪在打架，我要看。好的，最后，请各位毕业生们看一下你们手上的毕业专刊，相信都放在你们座位上了。这个毕业专刊呢，在13页的地方有个互动式问卷，要大家填写，作为我们未来进步的动力。接着呢，从10到12页呢，是我们东海校友的一些介绍、一些问题，可以让你帮助你回忆你在东海这四年生活的点点滴滴。根本就没有啊，哪有什么猪，就两个人站在那边而已啊，你骗我、啊。嘘。是。是的，最后呢，你们可以注意一下从15页开始的毕业感言。哦，好像是有某位人兄想要对某人表达些什么。告白的话就不要在这边说了、哦，好，请大家用力的找寻以及深刻的体验一下吧。是，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下一批东海国民吗？是的，陈英如、卢伯昌下台鞠躬。